我那笔谁先眨眼睛？一二三，我先。你笑屁啊！怎么尴尬？我要讲一段。No! 对，今天就是我们的大整排 ，OK。和人从高雄下来一起练，然后每个人的舞者都一起练，还有对服装。咦，我礼拜一就要拍 MV 了，那我们导演在这里 ，Nice。OK， 敬请期待我们的。笑个屁呀、啊！怎么样？你对今天的练舞感想是什么？很棒，很棒，大家都好厉害，都好厉害。我们也很厉害啊，我们动手动脚。没有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对今天的排练感想是什么？大家很认真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组是一个衬衫 style， 衬衫 style， 对，因为我们是跳 popping 的 ，popping 就要穿衬衫，对，就是一个风格呈现，因为每一组不一样，这样不错。我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重量级的两位嘉宾，都来自高雄苹果家族，没错，这位是我们琪琪，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耶，讲完了，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好 ，Waking， 好 solo， 好五五六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一个八就好，六七，之前就过我们二三五六七八，咦，哦，你是 twerking 嘛，来 twerk， 哈哈哈哈 ，twerk 是你吗？什么意思 ？Let's go， one two three， 哎，这咚咚 ，and boom， 还有哎，哎，不小心哎 ，boom， 看，哎，我叫 Grace， 来自高雄苹果家族 ，G R A C E A G G R A C。你对你今天的排练的心得是什么？我觉得非常的有效率。有效率。而且舞很帅，我自己觉得。你说呵呵呵这种笑。我觉得舞很帅。舞很帅。我现在 get 到了，而且效率的部分。对，我一直刚才 get 到。好 ，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对于今天的排练？在干嘛？还在想。好丢脸！什么意思？